父亲在床边的灯光下为我们说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。被点亮的光里藏着我们不知道的另一个世界，我们一起期待着在庙口诉说给神明看的那段故事。跟着超人在小小的方框里拯救世界。在电影的微光中，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眼泪，心中有困惑的时候，电影总能告诉我那个答案。在电影里真正看清楚自己的家园，森林里不只藏着梅花鹿，还藏着相信彩虹的人。在梦还未成型的时候，有人看见了你的梦，和陌生人一起大笑，和陌生人一起掉泪，跟着电影里的人一同经历人生，重新诉说那些被遗忘的事物，一起探索还没有名字的故事。是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？因为故事是电影的起点。